成熟过的海洋。大家好，我叫周东北，我来自吉林长春，我现在在吉林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读大二，我也是一支乐队的主唱。我平时比较喜欢摇滚一些的歌曲，然后我比较喜欢的艺人有郑钧、大张伟、岳云鹏、孙越、郭德纲、于谦，我非常喜欢于老师的相声，我每天晚上都要听于老师的相声才能睡着。谢谢，就这些，我叫周东北。新鲜的时光，星星坠入了我的海洋。称自己为情绪唱作人，让情绪去带出旋律和歌词。我一直都觉得流行音乐就是应该以人的思想、情感、情绪为主导去创作的。在肖队这边就是他会很认真的去听你唱，然后也会很细心的告诉你他认为怎么样会更好。我觉得这样是对原创音乐人、独立音乐人最大的尊重，非常谢谢，非常谢谢，就是让我觉得这半个月没白来，就我等待的就是一个认可和一个建议。中国的原创不需要好的故事，它需要的是好的音乐的本身。音乐说话，我输了，我认，就是这样，坚持吧。音乐这东西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你给他多少，他给你多少。要有梦想，但我说的梦想不是那种，就是大家说的那种什么音乐梦想啥，我觉得那种特别没劲。我说的梦想就是，第一是你敢做梦。第二就是永远发挥你无穷的想象力，才能做出好的原创音乐。